在中国办企业搞管理，不能不研究中国式的管理思想，而研究中国式的管理思想，不能不讲毛泽东。鲁潘某研究所原副政委林凯成将为大家详细讲解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敬请收看宁夏论坛推出的《从毛泽东领军之道看企业管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名家论坛。上一讲我们介绍了建军宗旨的两个作用，决策指挥有了最终依据，奋斗牺牲有了力量源泉。在讲到企业调动员工积极性时啊，着重分析了物质刺激啊对员工积极性的影响。接下来呢，我们分析情感笼络的效果。这个人呢都是有感情的，特别是中国人很愿意为朋友两肋插刀啊，很赞赏士为知己者死。企业家呢讲究情义啊，以情感人，关爱员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收到激励效果。但情感笼络啊恐怕也并非那么总是灵验。一是这个情感很容易成为保健因素，在开始阶段啊，这个激励效果比较明显，但时间一长，员工会认为企业家对自己好那是理所当然的，是为了哄着自己多干活，那么这个激励的效果呢就会越来越不明显啊。这个思想基础好一点的员工啊，可能还能将心比心，讲职业道德，老板对我不错嘛，自己好好干，恐怕差一点的反倒会利用企业家的好心来谋求个人的利益。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企业家经常想不通，就是我对下面挺好的啊，不是讲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吗？怎么为什么很多员工他不报？其实呢道理就在这儿，就是这个情感笼络啊非常容易成为保健因素而不是激励因素。第二个是企业家与员工这个关系过于密切了，它也容易产生副作用。为什么呢？因为万一员工出现了工作失误，还处理还是不处理啊，是吧？很多企业家因为平时跟员工搞得比较好，这时候拉不下面子不敢说啊，说了特别是说重了，是怕原来的那个感情投资啊都失去作用了。另外呢，这个大家知道人的情感啊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你很难做到对所有员工一碗水端平啊。那有时候呢，你对员工，特别对个别员工特别好，那可能激励了个别人，但得罪了一大批，啊，所以啊，这个管理者对员工确实应该有情有义，应该关爱，但是不宜去玩感情，把感情作为一种激励手段，啊，玩感情好比玩火，搞不好会烧着自己的。最后，我们再来分析分析兴趣诱导的效果，利用员工自我实现的需求。靠增加工作的挑战性，这也是激发员工积极性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啊。以单纯的物质刺激比啊，这一招呢当然显得是个进步啊。现在很多高科技企业激励白领啊，他就是这么做的，就是俗话说的，你能翻多长的跟头我再给你，不，你能翻多大的跟头我给你翻铺多长的毯子。但也应该看到，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具有挑战性，都能引起员工的兴趣。一个企业中啊，总有大量的事务性工作或者说操作性的劳动啊，需要招聘一批普通员工，他们在公司里面可能很不起眼啊，对企业的盈利呢也没有直接的贡献，可离开了他们认真负责的工作，你这个公司就无法正常运转。对这些简单工作，你要想让现在的年轻人啊，发自内心的产生兴趣，应该说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只有宗旨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宗旨可以将平凡琐碎的工作以一个远大的目标联系起来，使人们从全新的角度去看待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像雷锋同志就提出，对吧？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啊，他表达的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企业有崇高而明确的宗旨，每个员工都能真正认同这个宗旨，
都甘愿做企业这个大机器上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以及在平凡的岗位上都能做出不平凡的业绩啊！你大家想想，那该是一种多么大的能量。物质刺激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够起到理想效果，这是为什么呢？精神因素的作用背后又包含着怎样的道理呢？正是因为啊，看到了啊上述三类激励方法的这个局限，所以近些年西方管理学开始关注调动积极性的其他精神因素，比如价值、意义、信仰等等，并称之为软管理。例如德鲁克就提出啊，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啊，需要把自己经营成一个可以吸引员工停留贡献的机构，而光是满足员工的贪欲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啊。你像追求卓越啊，这个书的作者彼得斯他也这么说，他说人需要活得有意义，而意义与马斯洛的五种需要不同，不可能来自人本身，而只能来自社会。第五项修炼啊，他的作者也是这么主张，说企业修炼的重要内容是建立共同愿景，共同愿景可以有效的调动员工积极性等等。这些论述啊，角度虽然不同，但总的精神是一致的，也就是教育员工树立起一种精神追求，然后将业务工作以这种精神追求联系起来，让员工从工作本身而不是工作所带来的各种物质好处中来获得满足。这个基业长青啊，讲一种叫教派般的文化，对吧？所以教派般文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近些年管理学讲激励理论大多会讲需求动机学说啊，介绍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在很多学者眼中这套理论呢是不容置疑的。可我认为呢，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呢实际上是一种假设，而且很容易被证伪。对此西方许多学者都提出过质疑，就连马斯洛本人生前呢也多次修改自己的观点啊，提醒人们不要过于机械的理解各层次需求的顺序。其实呢，我认为啊，问题不在于人的需要啊该不该排序，如何排序，而在于这种研究方法本身恐怕就存在着缺陷。西方管理学啊，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经常将人的需求视为固定不变的天性，认为管理者的任务就是发现并顺应这一天性，然后呢想方设法加以满足，以此来调动人的积极性啊，以大棒加胡萝卜为主为主要激励手段的所谓科学管理就建立在这一假设上。那么以梅奥教授为代表的行为科学比泰勒制呢应该说前进了一步，开始意识到除物质需求以外人还有精神需求，人不仅是经济人也是社会人文化人，不仅受思想支配而且受情感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激励方法。但大家想想，从思想方法来看它的基本思路还是一样的，就是努力发现啊人的需求，然后想方设法的加以满足，以此来调动人的积极性。那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性的看法呢却有很大的不同啊，它一般更强调人性的可塑性，主张善政不如善教，也就是说你再好的行政管理激励措施也不如教化的效果。为什么呢？因为人的需求结构啊，它不是天生的，而是可以改变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特别是德育所要改变的就是人的需求结构。所以管理者呢，你不能只是被动的发现并满足人的现有需求，而应该通过加强教育和控制环境等方法来影响人改变人，进而从根本上调动人的积极性。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咱们东西方的管理思想，显然啊，中国人的看法更合理更可取啊，并且以马克思啊关于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啊，以这个观点是不谋而合的。李凯成认为，通过对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对比可以发现，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性的看法更合理，更强调人性的可塑性，认为善政不善教。那么在增强组织的凝聚力方面，毛泽东又是怎么做的呢？在中国办企业搞管理，不能不研究中国式的管理思想，而研究中国式的管理思想，不能不讲毛泽东。鲁潘某研究所原副政委李凯成将为大家详细讲解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敬请收看名家论坛推出的《从毛泽东领军之道看企业管理》。那么第三，凝聚军心，有了精神支柱。一个组织啊，要想有战斗力，首先要有凝聚力。如果你都没有凝聚力，人都留不住，你靠谁去战斗啊？因而如何增强组织的凝聚力，这是管理者必须优先考虑和解决的重要问题。近些年啊，很多企业家最头疼的问题之一就是所谓叛军叛将的问题。许多企业原本发展势头不错，突然间就出现了重大人事变故啊，一些重要的甚至主要的骨干跳槽或者另立门户，而且不仅自己走了，把公司最重要的客户关系、技术资料、业务骨干也都拉走了、带走了，搞得公司元气大伤。所以呢，现在很多企业啊都为这个如何留住业骨干而伤脑筋啊，提出了什么靠待遇留人、靠情感留人、靠事业留人等种种的措施。这些措施呢，想想有用吗？有用，但恐怕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比如你想靠待遇留人，可竞争对手挖你人的时候，他肯定给的待遇更高。你想靠情感留人，可大家知道人的情感是不断变化的。你想靠事业留人，最诱人的啊，对很多人来说最诱人的是开辟自己、开创自己的事业。企业管理遇到的这类问题，毛泽东当年也遇到过，而且还相当尖锐。大家可以看看民国史啊，我看民国史一个感觉就是简直是一部军阀背叛史、军队哗变史。你看那个民国以来那些大人物啊，从袁世凯、冯玉祥一直到蒋介石啊，他们怎么起家的？实际上他们很大程度上都靠政变起家，怎么倒台的都是被自己的部署啊倒戈搞垮的啊。当时别说像这些大人物了，就连那些营连一级军官啊，也可以随时拉着自己的队，拉着自己的属下另奔前程吧啊。那么毛泽东为红军规定了唯一宗旨，兵史之一宗旨为广大官兵真正接受后，那么我们这支军队就产生了极大的凝聚力、向心力。那么除了个别刚刚改编的部队外，我军历史上几乎没有出现过整建制的哗变的现象啊，甚至像张国焘啊这样的高级领导人叛变，他连一个警卫员也没带走啊。就是张国焘最后叛变的时候啊，他身边的最后一个警卫员都跑坏了啊。我记得这个警卫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还写过文章，就是他讲他为什么不跟张国焘走。他说战争年代警卫员和首长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呀啊。这个警卫员说，你要是革命，对吧？那我警卫员为了掩护你的安全，我都可以献上自己的生命。但是如果你要投奔国民党，对不起，你走你的阳关路，我走我的独木桥。为什么呢？因为我是来革命的，我不是跟着个人升官发财的。啊，这个警卫员后来55年建国以后是咱们湖北省军区的副司令啊，后来55年授衔是少将啊，这是个真实的例子。就是说，为什么警卫员啊他不跟着张国焘走？其实根本原因就在于，啊，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下，广大官兵他不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共同的理想而结合，为人民的利益而战斗的。
因此像旧军队那套啊相互挖墙脚的那些做法啊，对于军队它就不起作用。高官厚禄、金钱美女也许可以收买少数意志不坚定者，但无法改变我们整个部队的性质。由宗旨产生的凝聚力啊，是我军成长壮大、战胜强敌的重要保证。在中国革命很长一个时期内啊，都是敌强我弱，而且我们军队是没有外援的。为了战胜强敌，你看毛泽东他有个基本的策略是什么呢？叫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就敌人没有围剿时，那我分发动群众啊，建立地方政权，然后呢扩大红军。敌人一来，我把兵就是要集中以对付敌人。那么实施这一套策略的前提是什么呢？就你兵分得出去以后啊，你能收得回来。旧军队是根本做不到这一点的，你把兵撒出去了，你就别想再收回来了啊。我记得贺龙元帅呢有一句非常形象的比喻，说旧军队啊就像一把黄豆，你必须紧紧抓在手里，是吧？你这个手一松就没剩几颗了。你像罗荣桓元帅啊，在回忆井冈山斗争的文章中就讲过这么一个例子，说当年啊毛主席曾经率领这个红四军的31团三营啊下山去接应28团，由湖南返回井冈山的途中啊，路过桂东地区，遭到敌人的袭击。当时呢，部队被打散了，大家都很高兴。但第二天，清军一集合，发现只少了一个担架兵啊，其他人虽然打散了，最后都回来了。当时想呢，这个担架兵啊不是战斗人员啊，可能就跑回家去了。没想到呢，部队真正上了井冈山以后啊，哎，这个担架兵早就回来了，他先回来了啊，可见。这就是凝聚力啊，打散了以后一个不落的跑回来啊。总之我军历史充分说明，志同才能道合，心往一块想，劲儿才能往一块使。要想巩固部队，凝聚军心，最重要的就是确立一个明确的宗旨，并始终深入军心。现在我们很多企业之所以很不巩固，动不动就出现叛军叛将，说白了就是因为企业它只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而利益关系呢，它是经常变化的。由靠利益维系的组织是不可能有很强的凝聚力的。这里是名家论坛，曾仕强人性管理，韩秀云中国经济解读，陈作群人生养生，徐迪敏黄帝内经之养生智慧，张其成周易管理。观谈病毒热线0531-8294-6677-8294-7788。在中国办企业搞管理，不能不研究中国式的管理思想，而研究中国式的管理思想，不能不讲毛泽东。武汉某研究所原副政委林凯成将为大家详细讲解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敬请收看名家论坛推出的《从毛泽东领军之道看企业管理》。最后第四，塑造形象有了最大亮点。军队全心全意为民服务，自然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毛泽东有句名言，军队需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在革命战争年代，良好的军政军民关系是始终是我军战胜强敌的根本保证啊。这个问题后面还要专门讲，我就不多说了。总之吧，这个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宗旨是我军战斗力凝聚力的根本来源，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宗旨，我军才能赴汤蹈火，义无反顾，粉身碎骨，在所不惜。这是毛泽东管理军队管理获得最成功的最大秘密。学习毛泽东的军队管理思想，如果不深入到宗旨这一层次，那只能是学个皮毛。2001年，在21世纪管理国际研讨会上，美国德鲁克基金会的主席弗朗西斯·霍塞尔本发表了题为《新世纪的使命管理》的演讲他这里面提出了一个观点，是说什么呢？
一切工作都源于使命，并使使命密并以使命密切相关。你不需要为了管理而成为管理者，你是为了使命而成为管理者。你所做的一切工作无非是与大家进行沟通，让大家接受这个使命，然后团结带领大家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你看赫塞尔本在新世纪这个所提出这个观点，不正是毛泽东在70多年前所做到的吗？关于宗旨在我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应该说历史已经做了结论。从理论上恐怕很难啊，恐怕很少有人能够否定宗旨的价值。李凯成认为，确立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是军队管理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那么企业把为顾客服务视为唯一宗旨能否成功呢？其中又可能存在哪些问题？第一个问题，信仰等精神需求能否成为支配性的人生需求？一些朋友呢怀疑宗旨的价值，其实主要就是对人性问题啊有一些自己的认识。在他们看来，人都是自私的，所有行为呢都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物质需求，所以将服务顾客作为企业唯一的宗旨，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要反驳这种观点啊，可以从历史或现实生活中举出许多与之相反的事例，不过恐怕这样做不足以令所有人信服，必须从理论上对人性特别是人的需求啊展开分析。我认为啊，上述观点它的主要错误就在于将人的需求等同于物质需求，又将这种需求啊视为固定不变的天性，而实际上呢根本不存在所谓固定不变的天性。现实生活中人的需要都是后天形成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需求结构，其中信仰等精神需求呢它占有重要的位置，甚至有可能啊超过对物质的需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只有依据这一观点才能科学地解释异常复杂的人类需求现象。那么第二个问题，企业家有可能将创造顾客作为唯一宗旨吗？企业宗旨与企业家的精神境界有关，一般来说啊它会有一个由低到高的变化过程。企业的起步阶段啊，多数企业家确实是一心想挣钱啊，因为活下去才是硬道理啊，你只有挣钱啊，只要能挣钱干什么怎么干都可以。要想企业家像当年毛泽东那样啊，一开始就以为人民服务作为啊价值追求，恐怕是不现实的。可是当企业成长到一定规模，你要想持续发展做大做强，你企业家啊就必须在价值追求方面有所超越。实际上呢，许多著名企业家啊，你看他的成长发展都有这么一个思想变化的过程。你比如说像日本的松下幸之助啊，我觉得就相当有代表性。这个松下是1918年开始创业啊，经过努力把一个只有几个员工的小厂慢慢的发展成为有相当规模的松下电器公司。随着事业的发展啊，松下个人及其家庭的物质生活条件是不断的改善啊，再也不用为衣食而忧了。可这样一来呢，松下反而感到失去了前进动力了，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干了啊。他说，你现在有了，过去是干是为了钱，现在有几辈子用完的钱了，那干嘛还要这么拼命的努力去工作啊？这个问题呢困扰了松下很长时间，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32年的某一天啊，松下参加了一个宗教活动，深深的被教徒啊所表现出来的虔诚而感动。晚上回来以后啊，他就浮想联翩，突然想到这个企业和宗旨啊，企业和宗教啊有共同之处，宗教满足人的精神需求，而企业满足人物质需求，两者都是造福社会的神圣事业。企业家应该通过啊向顾客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啊，通过这种方式来服务社会，这才是办企业的真正意义之所在。想到这儿啊，松下就是豁然开朗啊，兴奋不已。所以第二天他就把全体员工一上班啊，他把全体员工召集一起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就宣布松下电器公司啊的终止啊，而且呢强调这个公司从此有了新的生命，并将这一天啊，就是5月5号，定为公司的诞辰。所以你看，这个不是每个企业家一开始境界都非常高的，但是呢，如果你不提高自己的境界，你的事业就不可能做大。第三个问题，企业员工有可能实现个人价值方面的超越吗？企业家在办企业的过程中，精神境界会发生变化，员工其实也是一样的。要求员工像当年热血青年参加革命那样啊，一心一意到企业中去实现个人救国救民的抱负，那肯定是不现实的。其实当年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上井冈山时期啊，上井冈山时也遇到过类似问题。这个现代人们有一种错觉，都以为啊，当年跟着毛泽东上井冈山的那肯定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啊，其实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当年的红军队伍并不纯洁，应该说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有一批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但还有很多是到红军来找出路的，或者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加入红军队伍的啊。那毛泽东的方法什么呢？他就是一方面强调我军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宗旨，另一方面呢，考虑到官兵认同这个宗旨啊，他会有一个过程，从满足官兵的基本需求入手，哎，先把他们吸引过来稳定下来，然后通过长期的思想教育和环境熏陶，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啊。我记得过去有一种非常形象的说法，这个红军官兵啊，刚开始为什么参加红军啊，打土豪分田地，你看和个人的利益它直接相关啊，要保卫胜利果实啊，这是第一阶段。那么第二阶段什么呢？就拔刀剪刃式解放全中国，那就不是完全个人利益了。那么第三阶段是什么呢？就是只有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这个许多朋友可能都看过那个电影《红色娘子军》，你看那个片中主人公吴青花，他的思想转变过程呢就有一定的代表性。吴青花为什么要杀红军？其实当时想的很简单，杀南霸天报仇啊。所以呢，因为报仇心切，第一次性任务呢就犯了暴露的目标，犯了错误。后来在党代表的耐心帮助下，他的觉悟不断提高，认识到啊，消灭一个南霸天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世界上还有很多什么很多的南霸天北霸天，是吧？要想让啊普天下的穷人都过上好日子啊，都不再受剥削压迫，就必须推翻整个旧制度。提出一个宗旨不易，将宗旨灌输到组织中去，使其得到组织全体成员的真正认同，当然就更难。毛泽东的军队管理啊，之所以可贵，不仅在于他啊提出了军队宗旨，而且在于他找到了将宗旨灌输给组织成员的有效方法，那就是强有力的思想教育啊。这也就是我们下一讲要介绍的内容。本讲中，李凯成讲解了企业调动员工积极性仅靠物质刺激、情感笼络、兴趣诱导是不行的，只有树立起崇高而明确的宗旨，使每个员工都能真正认同这个宗旨，才可以从根本上调动起员工的积极性。那么如何让每个员工都认同这个宗旨呢？请明天继续收看。这里是林家论坛，邓世强人际管理，韩秀云中国经济解读，朱鹤婷人生与养生，徐黎敏黄帝内经之养生智慧，张吉成周易管理。公坛帝国热线0531-8294-6677，8294-7788。
在中国办企业搞管理，不能不研究中国式的管理思想，而研究中国式的管理思想，不能不讲毛泽东。鲁滩某研究所原副政委林凯成将为大家详细讲解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敬请收看名家论坛推出的《从毛泽东领军之道看企业管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名家论坛。上一讲在介绍毛泽东军队宗旨思想时谈到，管理者提出一个宗旨并不难，难在如何使宗旨真正被组织的全体成员所接受，这也是当前国内外管理学研究的一个重点，是许多企业家倍感困惑之处。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企业文化啊，包括核心价值观，究竟怎样才能真正的落地？我认为要解决思想文化落地问题，不妨回头看看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是我党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创者，是公认的思想教育大师。认真的研究一下毛泽东关于军队思想建设理论的由来发展、基本论断、主要内容及方法经验，对于管理者深入的去研究企业文化理论、破解企业文化建设中的难题，无疑会有帮助。将管理与教育融为一体，通过教育提高人的思想觉悟来达到管理的目标，这是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的一大特色。在这方面，毛泽东有一系列精辟的论述。在毛泽东的倡导和组织下，我军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思想教育堪称毛泽东领导下人民军队管理的一绝。时至今日啊，国内外的一些学者谈到毛泽东，大都对其啊通过灌输影响官兵思想的本领是赞不绝口。李凯成认为，管理者提出一个宗旨并不难，难在如何使宗旨真正为组织全体成员所接受。作为公认的思想教育大师，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对企业文化建设有极大的帮助。那么这个管理办法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们这个军队啊，是在大革命失败啊，中国革命处在低潮时创建的，从诞生之日起就处在强大敌人的包围中。在这个新的革命高潮一时无法到来的情况下，弱小的红军能否生存，如何发展，当时党内以及社会上是有不同看法的。比如1929年啊，这个前任的总书记陈独秀，他就写过一篇文章叫《论红军问题》。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提出啊，如果革命高潮不能很快的到来，朱毛一类的红军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偏僻农村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条件会使这样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队伍啊，它日渐流氓无产阶级化，会不时的发生啊领导内讧，最终脱离党的领导，成为新式流寇。如果纯粹从理论上来推断，陈独秀的分析不无道理。当时不仅陈独秀啊对这个红军，特别弱小的红军能否存在持怀疑态度，就连实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和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啊，也无法给出明确答案。当然党的这些领导人呢啊，还都是从理论上意识到这个红军的巩固啊发展有可能出现问题。那么毛泽东他可是直接带兵的呀啊，他是直接领导和管理这支部队，他对问题的感受显然就会更深切、更深刻、更直接。事实上初创时期啊，红军本来就成分复杂，加上环境恶劣、出师不利，部队的士气一度非常的低落，不仅士兵和基层军官啊失望彷徨，不知出路何在，就连一些指挥员也发生了动摇，离队的离队，叛逃的叛逃，领导人啊领导队伍中都这样，那可见一般的基层官兵又是个什么情况。
要巩固和发展红军，最难对付的我觉得还不是这些动摇分子，动摇分子你走了就拉倒了嘛，啊，那么最难是什么呢？是如何做好留队官兵的思想工作。由于缺乏理论的指导和实践经验，这个谁都说不清真正的红军到底该如何建如何管。这个官兵中啊，什么样的思想都有，出现了许多不良倾向。毛选中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叫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啊，这个文章中呢就列举了其中主要的八种啊，如单军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民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等。正是在巩固和发展红军的实践中，毛泽东啊认识到思想教育的极端重要性。他不仅深入到官兵中间，亲自做思想工作，经常给部队讲课啊，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错误倾向，而且呢很注意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啊，而且把这些经验呢上升为理论。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一文中他这样写道，说红军是从旧式军队中变来的，便带来一切旧思想旧习惯，为此必须加紧政治训练。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就有了思想建军、将思想教育作为管理部队基本手段的明确意识。毛泽东关于思想建军的这个主张，开始并没有被红军其他领导同志完全理解和接受，毛泽东甚至不得不离开红军领导岗位。后来还是经过正反两面的经验对比，红军指挥员才真正认识到毛泽东主张的正确。在党中央的直接指导下，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四军领导岗位。1929年12月，这个红四军呢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的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毛泽东在总结建军两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亲自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啊，是我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这个决议的基本精神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部队，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红军建设成为一支服从无产阶级领导的、服从于人民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古田会议决议呢，说是一个决议，实际上它是八个分别的决议案，其中有三个决议案是关于政治教育的。这个决议啊，它指明了军队思想教育的这个极端重要性，并且规定了军队思想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提出了军队思想教育的一系列基本原则。正是通过古田会议决议，毛泽东关于加强军队思想建设的主张才得以系统化、理论化，并开始为红军各级指挥员所接受。我以上讲了毛泽东他军队建设思想形成的过程，这个过程给人们什么启示呢？啊，我觉得有这么一点，就是思想教育的价值啊，它并非一目了然。对思想建设极端重要性的认识，管理者往往都会经历一个过程。为什么呢？因为思想教育啊，它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看不见摸不着，它的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远不像其他的啊建设那么直接那么明显。所以啊，如果这个管理者太急功近利啊，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没有长远观点，很容易啊就出现那种单纯业务观点啊，当年红军叫单纯军事观点，现在呢可能叫单纯啊企业，可能是单纯利润观点。李凯成认为，思想教育是需要一个过程，作为管理者不能急功近利，目光短浅。那么从毛泽东的军队思想建设中，我们能够学到些什么呢？他的主要观点又有哪些？关于思想建军，毛泽东既有深厚的理论主张，又有具体的方法措施。从理论上看啊，我觉得主要有这么四个
基本观点。第一，高度重视人的因素，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军队战斗力啊是由许多因素构成的啊，通常是强调三个因素，也就是武器、兵员及二者的结合，编制体制。在构成部队战斗力的重要素中，哪一个起决定性的作用？显然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决定着这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和重点。长期以来啊，西方军事理论一直是将武器装备视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那么衡量一支军队有战斗力啊，是否有战斗力，首先想到的就是它的武器性能和火力配备。就是你这个部队有多少门大炮，大口径的火炮，我有多少火炮，你有多少个弹药基数，我有多少个弹药基数，一算，哎，谁比谁强，就算得清清楚楚。那么毛泽东呢，却不这么看，他认为决定军队战斗力的啊重要素中，人是第一重要的。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叫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强调人的因素第一啊，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武器装备长期落后于对手的人民军队的现实选择。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中国革命很长一段时间内啊，那我军的装备啊都是远远落后对手。为什么呢？你是靠缴获敌人的武器来装备自己啊，因此这个硬件呢这始终不如自己的作战对象啊。你看红军初创时期啊，我们是土枪、梭镖、大刀，是吧？土炮，那么对着当时白军的汉阳造。到了八路军时期、新四军时期，那我们缴获了汉阳造了，要对付日本鬼子的什么外打的机枪、山炮、野炮。在解放战争时期啊，这个山炮、野炮我们有了，但是要对付国民党的这个美式的飞机大炮。再到朝鲜战场上啊，那么更是以武器装备啊领先的联合国军那直接较量。所以我们硬件始终不如对手。如果你迷信唯武器论，那你根本不可能有战斗意志。只有坚信人的因素第一，树立敢打必胜、以劣势装备战胜强敌的信心，你这样的部队呢才能有高昂的士气。这里是名家论坛，曾仕强人性管理，韩秀云中国经济解读，朱作廷人生与养生，徐金敏黄帝内经之养生智慧，张其成周易管理。观谈病毒热线0531-8294-66778294-7788。在中国办企业搞管理，不能不研究中国式的管理思想，而研究中国式的管理思想，不能不讲毛泽东。鲁滩某研究所原副政委林凯成将为大家详细讲解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敬请收看名家论坛推出的《从毛泽东领军之道看企业管理》。这个西方管理学啊，它一向是见物不见人的，哎，但是这两年、这一二十年发生了变化，人的因素第一的观点才开始为啊管理学者和企业家所接受，对吧？大家可以翻翻近些年出版的这个管理类图书啊，可以找出许多类似于毛泽东的论述，比如啊，人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事业的成败取决于人，办公司就是办人等等。啊，就包括这个历史上一贯主张唯武器论的美军，在经历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失败后，他也开始啊意识到人的因素的重要。比如美陆军新的作战纲要就明确提出，人的因素将在未来的战役和战斗中起决定作用，士兵是陆军作战原则的核心，是陆军取胜意志的基础，归根到底决定胜利的是士兵。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所以美军这些年呢也开始提倡软管理，是吧？过去他们不讲这一套了，现在也开始讲软管理了，
就是要求各级军官改变传统的这个带兵方式，由命令服从型向领导追随型转变。二，大力加强政治工作，把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工作的首位。你认识到人的因素第一，那自然引出如何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问题。毛泽东的方法呢，就是把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工作的首位，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从根本上提高官兵的政治觉悟，以最大限度的啊来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早在1938年5月，毛泽东就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一文中啊这样明确说：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灌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灌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情，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到最好的基础去发挥他们应有的效力。在我军内部啊，政治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对官兵的管理教育主要是通过政治工作来实现的啊。所以从上个世纪30年代起，我军就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说法，叫做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意思是说，政治工作对于我们这个军队啊，就像水、阳光、空气一样，是时刻一点不能是时一刻都不能离开的。一旦离开，那我们军队就不再是革命军队，就会丧失战斗力，甚至会走向灭亡。政治工作是我军的传家宝，是我军战斗力的主要源泉。政治工作在我军成长发展中，它所起到的作用，应该说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建军80多年来，我军的情况啊，应该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啊，军委的领导也换了一茬又一茬，但高度重视政治建设，强调发挥政治优势，却始终没有改变。毛泽东高度重视人的因素，并大力加强思想工作，取得了一场又一场革命胜利。那么还有哪些理论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呢？第三，坚持思想领先原则，把主要精力用于做好人的思想工作。我军政治工作内容十分丰富，而毛泽东最看重的是什么呢？是思想工作，也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来武装官兵，提高人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啊，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40年代啊，上个世纪40年代，毛泽东还组织撰写并亲自修改过一篇非常重要的文件，叫《留守兵团政治工作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也明确提出，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这个思想啊，它是行动的先导，管理任何一个单位，完成任何一项任务，当客观上具备的一定条件后，那么当事人的思想认识是否正确，他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的如何，就成为啊影响工作时效以致决定成败的这个决定性因素。因此你看，我们军队历来强调啊这个思想领先的原则，认为你无论抓什么工作都应该从思想教育入手，首先提高认识，端正态度啊，统一意志，你思想通了才能一通百通。只要把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啊调动起来，把群众的智慧和力量集中起来，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既然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思想掌握起来，思想改变一切，那么管理者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哪呢？显然就应该放在思想工作上。所以毛泽东时代呢，我军特别有一种提法，叫管理主要是管人，管人主要是做好人的思想工作。这一点呢，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老同志啊，其实都非常熟悉，但近些年很多人淡忘了啊，很多人认为管理嘛都应该务实，
好像讲思想东西是虚的，是不实的。实际上呢，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比如像邓小平同志，是吧？按说在很多人眼目中，他是最务实的领导了。邓小平同志关于思想教育呢，他也有很多非常明确的论述，对吧？比如他是这么说，他说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思想领先的原则适用于各行各业，实际上成功的企业家都非常重视思想工作，也十分善于做思想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你看那些企业管理大师，他个个都是管理方面的行家里手，是企业的精神领袖。你像韦尔奇啊，现在号称世界第一 CEO， 他怎么说呢？他说他每天80%的工作啊，80%的工作时间用于与各种不同的人谈话啊。他有这么一段话，他说每当我有了一个我希望贯彻到公司里去的主意或消息，我都是怎么说也说不够，我不断的重复重复再重复，在会议上在做总结的时候年年如此，直到我窒息的说不出话来。相反，那些见物不见人，整天陷入事物堆中的企业家，我觉得是一定不会有大的作为的。第四，用先进的理论教育人、武装人、改造人，着眼于提高人的根本觉悟。思想工作必须为当前的实际斗争服务，可又不能就事论事，必须用先进的理论教育人、武装人、改造人，在提高官兵根本觉悟上下功夫。这也是毛泽东啊，他的这个管理理论有别于一般管理理论的地方。在毛泽东看来，这个思想工作啊，它既是管理工作的一部分，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思想工作的直接目的是解决官兵的思想认识问题，提高他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啊。因此呢，这个思想工作它有两重作用，有两种价值。第一，它是保证业务工作完成的重要手段；第二，它是提高官兵精神境界的主要途径。这两重目的、两重价值是不可偏废的。应不应该影响被管理者的精神世界？其实这是中外管理思想，或者是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分析点之一。西方管理学啊，一般它也讲人，而且很强调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啊，为什么呢？因为在西方管理者看来，啊，这个你只能选择合适的员工，却永远无法改变一个人，啊，所以你只能是通过关心爱护他，调动积极性，达到你的目的就完了，你永远也别想改变一个人。而毛泽东则坚持管人和育人相结合，更多的强调要教育人、改造人、培养人。这两种主张的背后，实际上呢是对人性的不同看法，也就是说人的理想和信念、人的需求啊，它是天生的固定不变的呢，还是后天形成的啊？如果认为人的需求都是天生的，那当然不存在什么改造的问题，那只能想方设法的加以满足。可如果承认现实中的人他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人的需求结构是后天形成的，是可以改变的，那自然就会引出教育和改造的必要性。由此呢，也联想到对以人为本的理解啊，现在以人为本都提的比较多，可究竟什么是以人为本，如何实现以人为本，我觉得大家的看法不尽相同。比如有些人认为以人为本就是要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啊，尊重员工的人格，满足他们的物质文化需求，那为此呢就要为员工多办好事、多办实事，这样做对不对呢？当然是对的，但我认为不够。以人为本真正的含义是将员工视为企业发展的目的之一，它应该包括两层意思。一是不要把员工看作为企业赚钱的工具，
第二个，也不要把员工视为只知追求物质利益的经济动物，就是你不要把它看作赚钱机器，也不要把它看作消费动物，要将员工视为目的，那就不能只是关心爱护尊重，还应该考虑他们的全面发展，因而也包含着教育培养改造的意思。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本质啊，不是饮食男女等生理欲望，在这些方面人和动物没什么区别，而是创造性的劳动，是创造性的劳动使人最终的与动物区分开来啊，使人真正成为万物之灵。所以对创造性劳动的需要才是人的最本质的需要，培养和塑造这种需要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以上呢，就是毛泽东关于思想建设理论的主要观点。这四点之间，大家想想啊，它是有非常紧密的逻辑上的内在联系的。人的因素第一是理论前提啊，要充分开发和利用人的因素，那你就必须要做好政治工作，其中主要是开展思想教育，做好官兵的思想工作。而要想真正搞好思想教育，又必须着眼于教育和改造，从根本上提高人的觉悟。注重思想教育啊，是毛泽东管理军队的一个主要措施，在革命战争年代啊，他曾经发挥过非常好的作用啊。我给大家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就是解放战争时期，以陈赓就我们解放军四兵团作战的是国民党的五兵团啊，敌我双方这个领导人啊，其实当年在黄埔军校的时候都是同学，当然最后作战的结果是咱们的四兵团把国民党的五兵团给消灭了，而且把他的指挥员呢都给俘虏了。这五兵团的当时的国民党的参谋长，兵团参谋长叫李英才，李英才刚当俘虏的时候他非常不服气，他说这个之所以我们打败仗啊，是因为这个陈赓啊打仗太不规矩，叫不按规矩出牌吧，因为不按，所以他就当时提出说不行，咱们重打，是吧？咱们要是这个就刀对刀枪对枪的打，不搞那些小动作，你打不过我啊，所以非常不服气。结果呢，但是因为他是最前线俘虏的嘛，然后把他从前线往后方压啊，后来像陈赓他们都接见了这些被俘虏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但是把他从前线压，把李英才从前线压回来以后，见了陈赓，他却突然是服气了，他就再不提什么咱们再重新打了。他为什么呢？他说我这走了一路啊，一个班的战士押送我，这每个战士都找我谈话，就给我讲你为什么国民党啊打不过共产党啊，讲给我讲这个道理，为什么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的这个道理。他说我是奇怪了，这都是普通的战士啊，他们人人都可以讲出一番道理，而且人人都讲得这么好，哎呀，他说那我就服了，他说你跟这样的军队打仗，那我们肯定是打不过的。感谢收看名家论坛，下期节目再见。在本讲中，李凯成介绍了毛泽东思想建设理论的由来发展，还有他的主要观点。那么我军思想教育的主要做法是什么呢？对企业文化的建设又有哪些启示呢？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会继续为您介绍，敬请收看。